喂，借个火。都下来，都不用干活了是吧？皮亭，你干啥呢？进堆儿了，啊不是，昨天晚上加班到现在，刚睡醒。醒了就别迷瞪了啊！待会儿有新同事过来，去把那个位置给我收拾一下。太子爷驾到！西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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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啊嘞，给俺米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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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埋葬变成地嘞地嘞，是死到那儿吧？什么的不知道，不然你就慢慢看着，伢儿把身体弄地嘞地嘞，我妈不是伢儿正在阿里地嘞地嘞，人家没。今儿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有请麦萌萌小姐。大家好，叫我萌萌就可以了，希望各位以后多多关照。好，好，中啊中啊啊！恁都赶快去吧啊！去吧去吧去吧！哎，兔兔。请。披的羊，收拾好了吗？谢谢你了，前辈。不客气，你别叫我前辈，我叫披的羊。萌萌，哎，还没弄完呢，还有一点就做完了。再弄完，今天皮大哥生日。嘿，今天你生日啊？那开玩笑。生日快乐！可是我送你点什么礼物好呢？啥礼物不礼物啊？走，哥请哥喝酒去。我去不了，文件还没做完呢。皮大哥面子不给是不是？不是不给面子啊，我是滴酒不沾。有啥理啊？萌萌，哎，萌萌，我给你看啊。弄啥来？找东西。好。刚好你在，我有份紧急文件，你帮我处理一下。别，老大，我真有急事，我先走了啊。我哎，坐下来。
哎呦你这是能啥呢你这。大哥，你碰瓷儿的吧？正准备碰瓷儿来。哎呦，结果让你给撤了。哎呀，不好意思，耽误你做生意了。我真有急事，我先走了啊。哎，别走。哎，你不能走。哎呀，不能走。哎呀，大哥，我就到前面送个文件，马上就回来。哪儿啊？就那儿。我把车子压你这儿中不？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回来，我车给你砸了。我车子都压你这儿，我还能骗你？你松开，松开，快点！摔死我了。不对呀，工程单车。少爷，你要的文件，搁这吧。啊，少爷，没事儿，我先走了。可以呗。啥？我说你要没事了啊？可以呗。听不见。我说话。啊，明白了。我不能喝，我滴酒不沾。好嘞。哎，猫，你怎么喝呀？来，干杯。哟，来，大哥，大哥，哎呦，我天哪！大哥，你也太下本了吧你！喂，咋了？就，我吃。哦，我明白，我打电话，你坚持住啊！我打电话，120吧，我这有人被车撞了，你赶快过来啊！大哥，车交过来，马上就到啊！你稍等啊。喂，啊对，是我打的，地址就在。就在俺家东边十字路口附近，对你赶快过来。我明白了。你是怕堵车？我现在带你去医院啊！你慢点，来，坚持住，起来。哎呀，你也太真了！我的，慢点。哎呀，坚持住！哎呀，我走，姐去医院快！哎呀！哎，慢点，大哥，慢点，坚持住！到了，快点，到医院了！快点，慢点，到了！坐下！大哥，我给你找医生。等等。我有话要跟你说。你说，大哥，你是一个善良的小伙，我要奖励你。奖励？现金还是转账？稍等。这是三个瓶盖，我认识。你丢掉一个就能实现一个愿望，丢掉一个就能实现一个愿望，
丢掉一个，就能实现一个。大夫，有人被撞神经了，大夫，大夫，大哥。真假的呀？只管试试。让我发个横财吧。红妈咪妈咪红，横财了？啥事呢？钱。站住！别跑！难道这个平台真的能实现愿望？是啊，警察，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二位等会儿，咱有啥事就跟这儿说吧。啊，你这儿这几天留宿过什么可疑的人没有？没有啊，就我一个人住。咋了？昨天呢，有几个人打劫了银行，可是这个钱呢，被别人捡走了，这个监控呢，也没拍清楚。估计啊，就在你们这个公寓的附近。不是大哥，这个我是真没有看见。你的钱掉了。那个，昨天刚发的工资。藏了私房钱。私房钱。是一个人住吗？离婚前一样的坏毛病。坏毛病？咱们两个很像啊！大哥真幽默。
我跟你说啊，这两天如果发现可疑的人啊，立马报警。哎，放心吧，好嘞，我不远送了，这不方便。哎呀，都明白，都是好公民，绝对配合，好吧？放心放心，哎，这不送了啊，再见再见，哎。听说昨天三个持枪悍匪抢劫银行，被警察击毙了俩。马上去吧，好像是跑了。这些亡命徒被抓到了也得被枪毙。天哪，好可怕啊！关键是这钱不翼而飞了，他不小心丢了，被捡到。天哪，那个捡钱的人岂不发财了呀？发财？哼，那个人被劫匪找到，开枪打死了，横尸街头。上剑呢？我的天哪！我不知道啊，我死了！弄啥嘞？弄啥嘞？我就是找你嘞。你都仨月没交卫生费了，还不连倒垃圾？别说是我，那广大业主们还都不愿意嘞。我交过了。你啥时候交了？我老了，单身，眼不瞎，那账本上都写得清清楚楚嘞。难道还让我把账本拿来找你对质对质？拿走。真不像话。又弄啥呀？弄啥嘞？你想中你戴个口罩我都认不出来你了。凡是我管辖的这个地片啊，你别想扔半点垃圾。你刚才扔那一兜垃圾，你咋扔进去的？你咋给我捡出来？快点。哎，慢点慢点，大伙都踩死了，踩死了你还得赔偿嘞。你又弄啥？哎呀，实在对不住啊，孩子，没交卫生费呢，
那不是你，是那边漏洞一个姓皮的没交。哎呀，状元大妈记忆力不太好，给你添麻烦了啊！这，哎，我根本没有说出来的冤枉也算呐。孩子呀，你被大妈气糊涂了。哎，垃圾给我，大妈帮你扔啊！哎哎，大娘，大娘，不是你叫我再考虑考虑。大娘，大娘，大娘，你等等我，我还没有搞过。不要钱的饭，啥事儿都得付出代价的。不中，我一定要光明正大的追求萌萌，用我的真爱去拯救他。沈倩成吧。还有你说，商量个事儿呗。今天晚上我有个重要的安排，你看人家都走了，要不然你也回去休息休息。健身房你家开的呀，我凭什么要走？求求你了，帮帮忙好不好？滚！现在一身赘肉。自从我第一次见你，就被你深深的吸引。这些天，我一直被这种思念所折磨，请你接受我对你的思念。我爱。好，哼，你还怪用心了哈，哼。过去。妈妈，我爱你，和我在一起。就你，你呸呸！要不这样吧，猫，你全吧。和我在一起，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猫，你要是跟住我，恁弟弟看病了钱，我全掏。嗯。谢谢你，你看起来真像个好人。人家都走了，你还傻站在这儿干嘛呀？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你怎么还在这儿啊？真傻了？我一点都不傻。你相信奇迹吗？奇迹？说胡话了吧你？你要不信，就在这儿等着看。
让梦梦可以和真爱在一起。我在梦梦梦梦姐，你这耳环太好看了，我喜欢它好久了，转给我吧，它就是我的真爱。原来他的真爱是耳环呐。弄啥了呀？你以为故事讲完了？你错了。后来梦梦辞职了。没过多久，我也被开除了。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修好了吗？电脑？马上。客户急着要了呀。好，你快点啊。好，马上。快点。好了。最近东兴可嚣张了，能攒好几个厂子了。啥？哎呀！干啥了？这哎，大哥，这货将给咱门口瞎钻悠半天，我给他带过来。不是，别误会啊，我就是送电脑的。你啥送电脑的？一看就是东兴的人。啥东兴黑兴？不，又叫乌鸦没有干出来，我给你送电脑的。还说你不是东兴了？我咋了？啊？你看你穿了，你和社会人有啥区别？你看看，就领带颜色不一样啊。说。乌鸦是不是给对面的酒吧里了？对呀、啊，我是去对面的，他俩给我薅过来了，你怨我干啥？过来，我手可剁了，快点！不是，哎，可不干的，哎，不是，等一下。坐哪儿？这儿。你刚才说你懂电脑啊？搞 IT 的。听我。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等你，我们都有不一样的境遇，我们不一样。我们在这里等你。
咋样？听侬带劲吗？声如黄莺，语音绕梁啊！绕梁！哭求车！不是他说的绕啊，大哥。啊！不绕！啊！不是你别绕我了，你快懂啥你说的？这个路了咋样？我心里很清楚，但是。这是我心爱的女人唱的歌，我答应她，我要拿这个录音参加全国的歌唱大赛。不是大哥，我又不是评委，你给我说这弄啥的？你不是说你懂电脑吗？你不是搞 IT 了吗 ？IT 跟唱歌没关系啊。现在是啥时代？现在是电脑时代。别当我不知道，这全世界所有的歌手，他录了歌，哪有一个说是啊这个歌没有经过修理过来？没错，不是大哥，那修理我不会修理啊。耶，你刚不是说你懂电脑懂 IT 吗？懂电脑不会修歌，这不是一回事儿，大哥。你先叫我踢你了不是？走走走走，大哥。支付宝到账1000万亿元。电脑了，都跟我走。带住人物去哪儿啊？干啥哪儿啊？这边说说清楚呗。哎，谢谢大哥点赞哦，我去洗个手。你刚才咋不鼓掌啊？鼓了呀。过来。你鼓了那漫不经心的，那叫鼓掌了？我就是反应有点慢。舒畅，过来！天啊！老大，重要。恁大嫂唱的咋样啊？好，好听很。好。那恁大嫂这回唱歌比赛的事儿，交给你了啊。他要是拿不了第一名，舒畅，放心，大哥，就交给我，你放100个心。哎，萌萌，过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IT 烫猪，妈妈，真是你啊！你怎么认识我？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 IT 的吗？上 IT 了呀？你是不是出啥事对不住谁了？
你才给头呢，你全家都失忆了。你看这玩意笑我什么？咱俩以前是同事，后来咱俩……你别逗了，咱们昨天才第一次见面，好吧？我说把我带去学弟。去哪儿呀？我琢磨你俩可以，还可以。那个你那地方不行，我带你去个专业录音棚，好吧？走呗。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在这里等你，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哎哎哎哎，好了好了好了，剪了剪了。怎么样？你真跟人家不一样，真专业的设备，你还能录的恁难听，我真服你了。你能不能认真点啊？把口香糖吐了。哎呀，你这能膈应人啊！好啊，我认真点，你告诉我怎么唱啊？唱歌最重要啊，气沉丹田，知道哪是丹田吗？丹田就这儿，小肚子。谁让你动手动脚的？哎呀，萌萌，你听我跟你说啊。闭嘴，萌萌也是你上的。好好好，我不管你是不是我之前认识的朋友，你现在最关键的在学会怎样唱歌，好不好？我觉得我唱的挺好的。你拉倒吧，你哪来的自信呢？你就是个唱戏的，你根本就不会唱歌。我说你根本不会唱歌。我这辈子呀，最讨厌别人说我不会唱歌，看我弄死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啥哩呀，大嫂子们，我真帮不了，我求求你了，你把我当个屁放了，你叫我回去修电脑中不中？大哥，我以后再也不要看见他。咋回事啊？他竟然当众羞辱我，竟然说我不会唱歌。手套！别慌！大哥，有办法，肯定能想到办法。再给我一次机会，大哥。那你还搁这弄啥呢呀？我现在就走，有办法，别生气，大哥，有办法，有办法。嗓子没毛病，也不是录音的事儿，到底问题在哪儿？带劲儿，情是可带劲儿，满意了舒坦那咱就说带劲儿，带劲儿，那情是可带劲儿，高兴了开心了还是那一句儿。带劲儿，情是可带劲儿，满意了舒坦那咱就说带劲儿，带劲儿，那情是可带劲儿，高兴了开心了还是那一句儿。掌声在哪里？有乐人啊，老谭。哎，兄弟，歌唱真好。有事儿？哎，歌唱真好，有啥秘诀没？嘿，唱歌有啥秘诀？真是。走啊，走。啥秘诀？那都随便说。哎呀，中。能说了吧？
爸，其实我唱歌也没声音，以前我唱歌也跑调，跑调啊。后来啊，遇到一位江湖奇人啊，他用他极其残酷地狱式的严苛的方式训练了我，导致我不是造就我今天出神入化的演唱歌技。带劲儿，带劲儿，请带劲儿！哎，白带劲儿！中，白带劲儿！你给我说说，这个奇人现在搁哪儿？那能随便说吗？能说了吧？走。这个奇人啊，为了摆脱世人的叨扰，用尽各种手段逼得成自己的江湖身份。也许他是厨师，也许他是保安，也许他是哎人来。你穿啥了穿？我弄衣服了，这是个啥呀？也许他是个快递，你说啊，反正是你找他吧。也是你，也是失眠，也许是喂，找他。不是，哎。干啥呢？哎呀，你咋才来呀？这一大早心急火燎的。我跟你说，我给你找了个老师，教你学唱歌来，好吧？我还需要跟别人学？开玩笑！哎，别走，别走，别走！歌坛奇人，你先见见，见见再说。走吧，走吧，走吧，既然来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大师，赶快教教他吧，这孩子特别喜欢唱歌。你这都谁孩子呢？咋说话呢？那不给人家客气客气？那咋介绍你？大娘，装了装了装，大超，我这是拿人钱财，取人小财。那你赶紧教啊！你进来，这个学唱歌要从基本功开始，我先教你咋练习发声，做个示范。回去慢慢练。能告诉我怎么练吗？有多大声喊多大声。那喊到啥？喊到我这一车装满废品。这要进场吗？喊呐！哎呀，咋不喊了？丢死人了！我跟你说，这不中啊！为了艺术，你得豁出去。你豁一个试试啊！将军了还？看好啊！哎呀哎呀！咋啦？不行了？告诉你啊，在男人面前不要提不行两个字，
伸手托天，望手天，说天别别管那么边儿。快上来，快上来，谁让他进来了？快快快，冰冰，这快，冰冰，冰冰。冰刀了，冰刀了，冰刀了。没事没事，没追过来。你看看人家，我买这当屋了，我想吃。天哪，我让你看看人家咋吆喝嘞，吃吃吃吃货你。废话，我饿了，我咋喊得出来呀、啊？就给我买一串啊！我给你买，你咋想？可能吗？手省铁生铁，冰冰惯了命。熟废驴，熟电视电脑，旧电视旧冰箱洗衣机。熟省铁生铁，冰冰惯了命。熟长头发，熟头发辫子。熟洗衣机，旧电视旧冰箱。熟长头发，熟电视，熟头发辫子。熟洗衣机，旧电视旧冰箱。摸钳子。手长头发，手头发变的手烫过了手哈哈哈哈耶走快点啊哎呀哎呀哎呀累死了收获慢慢说话大点声，又不费电，听不懂。啥玩意儿？你咋了？傻了？谁打谁打电？打电话，挂挂。哎，大侄，吃了吗？吃啥？妈，我歇会。咦，我跟你说，那家伙上火，你不让我给他打电话了吗？没说你，没说。我跟你说，喝点金银花啊，上火可不带劲。我要见，那他要见你，俺大嫂要见你，谁见你？你赶紧过来，我跟你说，出事了，快点啊！马上，马上啊！咱吃大鸭吧。鸭。啥玩意儿？喂，喂喂，咋了？恁饥荒？你胡子了？谢了。拿啥？啥玩意儿？刚不是说了吗？你还会说相声呢？说多少年了？我跟你说啊，嗯，这也出去，我从小学相声。哎呦，是不是啊？哎呦，你逗哏他们，逗哏啊！嗯，上回拿过最佳捧哏奖。这事儿，我弄他的。哎呀，你这歇不就行了？我失声了，失声了。乖乖的，哎呦呦呦呦，不是一般人呐！我这种训练方法，一般人需要三到五个工作日才能见效，你还不到一套吧？我先吃个虾。哎呀，你别吃了，你快说了，急成啥了？你不懂，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训练方法，讲究不破不立。你拉倒吧，破了没有音了，咋唱歌？不用担心，
只需要退让之气，会不胆片。便可大摆脱台黄姑了小子。啊，没听懂。我拜老九日，招个难难请尊。哎呀，这个每天三次，每次不少于二十分钟。但是要特别注意一点，不能中断。一旦中断，嗓子彻底都不灵。夫人，嗯，不错。这要华山，这是嗯，都是说。真说相声。嗯，小师傅。是啊。亲爱的，我去外地几天办点事儿，你在家要乖啊。呀，男朋友出差了。这咋弄？我勉为其难帮帮你吧。啊？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不要逃避，勇敢地面对。歌唱大赛是你的梦想，不久了还得以事业为主。哎呀，大哥在这个时候离开，是有点不负责任。我刚才去洗了洗嘴，呀，用酒精也消了毒了。我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了，就看你是啥意思。知道了。歌唱比赛是下礼拜吧？谁呀？朋友。哪个朋友啊？你不认识的一个朋友。想弄啥了呀？我要去排练了。今天就别去了啊。
不行，下周要比赛，我得走了。大哥，过来。大哥，咋了？最近咋样？挺好。我看梦梦最近可拼了。这唱歌比赛的事儿没事吧？没问题，我给他找了个绝世高手，正教他呢。啊。不过我觉得最近他有点不对劲儿啊。你说他是不是给外头招人的呀？没有吧。要是让我知道他给外头招谁了，那天就是他的忌日。热电话。现在挂了。现在是不挂了。让我把不骚扰电话。中，你先走吧。到哪儿了？赶紧的，等你半天了。啥事儿？最近总是躲着我呀、啊。没有，哪有啊？总感觉不对劲儿啊。咱俩不知道谁不对劲儿，黑个满眼戴个墨镜的呢，还不摘了？你看见你想着你个瞎子嘞，快！哎呦，你听我嘞，摘了好看，来来来来来。咋弄的？大哥打的。他打你弄啥？他疑心太重，性格又暴躁，一有不顺心就拿我出气，不是个东西。下手也太狠了。等我参加完歌手大赛，你带我走吧。去哪儿啊？去哪都行，只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不是我是怕大哥这个人他。你怕他？你不敢？不是你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说。有啥事咱慢慢商量。没想到你是个窝囊废。哎，梦梦，你听我跟你说呀。哎呀，你别走，梦梦，你听我说，梦梦，你别走啊，梦梦。梦梦，梦梦，哎，你到底是不是我认识那个梦梦？不管了，不管你是不是，我带你走。你不怕？你都不怕，我怕啥？咱躲得远远的。咋了？那个唱歌比赛是我一直的梦想。没事，那就比完赛，咱再走。梦梦。别紧张，加油。梦梦，我送你个礼物。嫁给我吧。
你今天不答应我，我就让你高挨踢了。这年头，没人讲义气啊！勾引大嫂，还有江湖规矩没吗？啊！我没有啊。舒坦。成全你，我让你跟我一起死。我没错，你不是就出不来。呀！恨过你，决心不会再挽回。现在要是反悔，我还可以饶你。放心吧，孟先生，我就是爱他。你都不怕我弄死你？好，我看你是个汉子。走吧，别让我再看见。你走吧。我爱的你，爸爸，你这是怎么杀的呀，爸爸？也恨过你，决心不会再。
去面对，重新面对另一个我。起来吧。老二，你是卧底？你刚刚杀人过程。我其实一直想做个好人。你又有一个人家，还记得乌鸦的硬盘吗？我在里面发现了大量他与 Hello Kitty 的亲密合影，并且发到了网上。乌鸦竟然是海猫协会的会员，拥趸的会员。迫于舆论的压力，他心平气和，而我站好，定混社会是不会有前途的。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投身到伟大的信息技术产业中。好，老板要电脑不要？想要啥牌子的电脑？品牌机还是组装？游戏装上了好的显卡，我们家的七彩虹显示贼大，速度快，在这进度得配个29寸的，液晶的现在都没人用 ，LED 的才够劲儿。我跟你说，好的好，来三一三四，来准备，开始。喂，120吗？我要报个警。最近呢，老是有人冒充大喇叭组合的学员，在社会上招摇撞骗，这事儿你们来管一管。我就是那个学员。你搁这弄啥嘞？弄啥嘞？弄啥嘞？你说弄啥嘞？弄啥嘞？弄啥？你说弄啥嘞？弄啥弄啥？你说弄啥嘞？你是太年轻，咱俩不叫啥。当年我那个暴脾气你是没有见，你光顾着看美女，你不往前面看，万一要是逮住你，你说可咋办？这要是我真有事了，我等着去赴宴嘞。完事今夜不寂寞，回家再听完。最棒是张明，全家都待见。你说主持人，我也可喜欢。喜欢算个啥？那活我也能干。那你说一个看看。你看那多人，我咋让你看？你要不让看，咱还去法院。你看看看我说清白，每天晚上的10点半，张明都在那广播里边，一家我对到12点。